嘿，我是 AV 大雄 Much Bear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新年快乐！今年呢是虎年，然后跟大家做个，去年都没有拍影片的总结报告好了，就是大雄呢，稍微有一点缺钱，所以比较认真的工作了一阵子。然后呢，每天都在跑外送，而且大雄送的是 Uber Eats 哦。说不定你在台南的话，有可能会被大雄送到哦。之后还是会更新啦，只是可能频率呢没有办法像之前最开始一开始那样子那么勤快，因为大雄呢接下来只能够找一些空余的时间来拍个影片。不过呢，偶尔还是会开一下游戏的实况，因为那个不用剪嘛，那个也不用太在意说什么要剪不剪，要怎么拍，要怎么弄，要怎么弄，要怎么想，要怎么拿什么东西来开这样。所以呢，游戏实况呢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。不过呢，大雄的玩具已经堆积成山了，所以呢还是得找时间开一下。不过大雄可能会一次开个比较多样东西啦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大雄呢也是有一个东西要开，就是之前大雄蛮喜欢玩动森的，有看大雄频道的应该都知道。然后最近他出了一个更新，就是一个新的岛屿，然后可以帮忙动物们呢布置家啊，然后可以就是有点像旅游胜地、度假胜地的感觉。我就想说，他有出一个 Amiibo，如果呢大雄呢没有买到 Amiibo，或者是 Amiibo 都还没到手上，大雄就绝对不会去买那个更新 DLC。对，然后呢东西就寄到了，这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开的东西喽。OK，那我们来进入正题吧。那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开箱吧。好像买一盒就一定会有一套，希望可以有，不要给我出 bug。啊，好多，好爽哦！这就是抽卡包的爽感，好爽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来吧，那我们开始猜，不要捡到卡片。会是谁呢？哎，犀牛。哦，第一包就出来了，这个大熊这一次超爱的这只，很美，正妹，草莓，大头菜喽，好爽哦！第一包就出我要的了，太爽了。我们把它分开好了，把 NPC 放上面，来喽。第二包会有谁呢？哦，孙悟空，哦，第二包又是想要的出来了。蜜雪儿，他是男孩子哦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会不会到时候有这两只的重复啊？好爽哦！如果有的话，我就真的是发大财了。蜜蜂、信雄、绵儿、祥平，哦，这只也很可爱，它的尾巴好像在晚上的时候会发光。星空，哦，我们的机长，Go Go Go！哦，瑞汉娜也是蛮有名的，哦，杰克杰克，我朝思暮想的杰克来了，朝思暮想的杰克！哦，天哪，这三招放一起，哦，机师加机长一起来了，哪一只机是哪一只机长？应该戴眼镜的是机长吧？这只应该是空服员，哇！好嗨哦！前面才开几包，我想要的都来了，剩下就可以废盒啦，可以拿去卖了。是老鹰，我喜欢的老鹰，可以。胖嘟，长得像小帮手哦。怕虫虫，再来，再来，好爽啊！这蛋真的没什么地雷，这蛋大家都长得好棒。热内卢，Punks。西斯费，大家的老婆，Chacha Maru，然后这是糖果，哇，要瞧一下位置，好像快满了。我们到时候来看到底有哪些种哦，哥哥跟妹妹要放一起，哦，Mayling，哦，Monica，这一只也是人气的妹啊，那就把两只人气妹放一起。哦，这个好像是新的那个旅馆那边的杨洋，这个听说他眼镜拔掉很正，听说了是斗笠里里，斗笠里里很重要的斗笠里里，
耶，谢谢，不客气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机械当当，羽毛，一只小麻雀，而且长得有点像。哎，小猴子，壁纸，一壁鱼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盒太爽了，重复的，立刻，终于抽到爸爸了，立刻，太爽了啦，哦，重复的是好卡，鱼耶，诶，重复了，诶，这一只是那个巴列岛的巴列，哦，是无尾熊，天哪，天哪，这一盒是天选之盒。天选之盒，立刻，而且是不一样的立刻。我们有两只长得不一样的立刻了，我整个人高潮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一只也是重复，还是其实它，还是说它可以抽到两套啊？它会不会是可以抽两套？来，再来。对，好像感觉会到两套哎，哦。这个是岛上的，诶，好像没有，诶，有诶，这一只，哇，好满哦，我现在很难搞，太满哦，杰克，诶，啊，这把揪的，哦，是龙克斯 ，Lux， 这个老鹰可以，哦，这只胖胖鼠，我现在是在玩那个猜的，哦，悠悠来了，悠悠。这只也有了哦，开始重复了。然后这个 NPC 目前还没有重复到，感觉到最后变两套哎。恰恰们旅，糖果有了。哦，旅游每一次都来躺在岛上的沙滩上。梅林、米林、米林、雷姆、洛兰，卖地毯的每一次要骗我钱的。不行，这样讲起来，每一只岛上的动物都那个 NPC 都要骗我钱了。哦 ，Taco 章鱼烧 ，Monica， 哦，鱼丝婷这个最可爱的，我觉得它超可爱。羽毛老鼠 ，KK 唱歌 K， 哦，然后还有那个，真的几乎每一张都有二啦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卖衣服的服装店，好了，最后一包了。感觉每一只角色都是两张啊，那我先猜，应该是这一张，还有谁？还有谁还没有？啊，这个还出三张，哇，那这样很赌欸，你看吧，我就说，哦，双，水可以，水三张可以 ，yes， 太好了，哦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爽盒，很棒，爽盒，买这盒买对了，耶！等那么久，等对，耶 ！OK， 那今天大雄呢，动身卡就开到这边喽，超爽的。OK， 那今天大雄呢就开到先，那今天大雄呢就开箱到这边喽。喜欢大雄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啦。嗯，大雄呢会尽量拍影片，不过时间可能会有点久了。不管怎样呢，大家新年快乐！那新的一年呢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希望病情呢可以快点过去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咪。